这个土地啊，变天，八十年的变天，感觉不啦。啊，但是经过你二十五年，甘愿做农场用地，也无要甲征收，也也无要甲咱开发。那安怎开始吼？一直来甲这政府讲吼，你要投资就是要投资你未来，大家会知影，当初是二十五年台塑一片2600公顷这土地。 贷款头超过5000亿啦，大家知影，当当是二十五年代初，一片2600公顷的土地，贷款头超过5000亿啦。假使讲伊会当摕钱来，互财团去发展，会当污染咱的，因钱家己趁去。啊，难道伊无法度，少无咱所有做，咱即区的人，有1000公顷的人，来做为做一个绿能的未来的产业？ 啊，咱政管长很受地阮的啊，非常的关心着咱沿海啊跩永续界啊，未来的要何去何从啊，所以讲吼啊，伊吼啊有想着讲啊，咱屏东的平吼啊，会当吼啊将水政电的计划吼，伫屏东遐啊推行了非常的好啦吼。那如果2026要达到飞鹤家园区，创造新的能源，一定是未来的新的总统需要面临的很重要的课题。 啊，要不要创造新的能源？中华学校咱家己电力已经找到出路，这个出路就是将这个台西甲阳光，甲演变作永续个家养电、养子加养电。所以吼、哦，这个日头专案吼、哦，我们也不要放弃，日头啊，所数我来看你后几个灵光。光电专区站。